什么？啥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堂堂烈火神盾的保镖要给你一个小保安当保镖啊？我需要啊。哎呦，哥们儿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自从我中了这个彩票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中了500万这么好的日子，怎么就没法过了？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中了这500万，有多少人呢追着跟我借钱啊？多少？前前后后38个呢。那你借了多少？17000呢。你中了500万就借出去17000呀、啊？你也太抠了吧。那你知道我有多少没借出去吗？多少？830万呢。哎，只要是我的亲戚，就没有不跟我借钱的，什么七大姑八大姨、三舅姥爷、太奶奶什么的，哦，还有好多，那都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亲戚，而且一个个都身患绝症呢。哦，小姑得了肝癌，三姨呢是骨癌，我那小表弟，就连艾滋病患者这理由他都能说得出来。三舅爷呢倒是正常点，肺癌，七舅公呢胃癌转脚癌。转脚癌？这怎么转啊？哎，就吃了不合适的，胃难受，再加上那治不好的脚气。我现在啊都不敢回家，我都不敢告诉我爸妈和我兄弟我住在哪儿，天天就只能在这个宾馆里面待着。就这样我都得防着点呀，我就总觉得有人要跟踪我，这心呐悬着悬着。哎呦，我就怕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有人闯进来谋财害命啊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到底是要让我保护你啊，还是你的钱啊？我和钱。我就觉得吧，有个保镖在我身边，我这心里踏实。不是，你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迟早要得神经病。说的是啊，我现在啊已经成半个精神病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任务啊，就那个男孩还有他那个奇葩女友，那个男孩才跟他女朋友谈了11天，他就说已经刻骨铭心到不行了，非要我保护他的爱情。然后那女的吧，就轻松的给我甩了一句：“不行，没意思，不谈了。”你说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都怎么了？我真的有一点已经模糊了。我现在只能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一样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以前是5年一个代沟，现在2年就有代沟了。那你说我怎么去保护他们俩之间的爱情？我总不能把那女的给绑架过来吧？可以啊，那你去绑。不是啊，小蝶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任务跟我比起来，你已经好很多了。我保护的是一个00后的小丫头，14、15岁的小女孩啊，把我当丫鬟使。我堂堂烈火神盾的实习保镖，被她整得可惨了，我心好酸啊。能帮我们俩同命的。哎，你俩就知足吧，你们的委托人还可以正常沟通，我的那个什么反应都没有。80后女强人让我保护她顺利离婚，关键是还不让我问，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连她的危险对象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保护她呀？怎么都这么奇葩呀？不是老陈，你说咱们在烈火神盾训练营已经训练了这么久，训练得这么辛苦，然后这一切都是为了啥呀？那现在又给我们几个安排这么奇葩的任务，图啥？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任务啊？怎么也得是保护政要，或者是明星，最次也得是李嘉诚那种商业大鳄吧。嗯，有挑战才有激情，不热血不青春。我知道了，你们现在都觉得自己的任务没意思，不值得保护。嗯，火狼女，我问你，你觉得爱情重要吗？爱情当然重要了，
不是老陈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俩之间的绝对不是爱情，那就是俩小孩闹着玩的。那是你自己的感觉，可在人家那儿，那就是爱情。爱情是什么？谁也说不清楚。我们无权判断别人的爱情。啊，再说说此风。你现在保护的是一个要离婚又遇到困难的女人，她过分的保护自己，甚至有些偏执，这你应该能够理解。是，这恰恰是需要被保护的体现。这就对了。粉红豹，你刚才说你那个小富家女要你着装出外，贴身跟随，要你随时保持作为保镖所应有的警惕。人家说错了吗？这不正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嗯，老陈，你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哈。我觉得啊，这些看似普通的任务，看似普通的人，才是你们做保镖最应该保护的。我们如果不去保护他们，那我们烈火神盾就失去意义了。我们这些做保镖的，不是什么打打杀杀、以暴制暴就是保镖了，而是看护、陪伴，还有关爱。说到关爱，老陈，你说我要怎么才能完成这次任务啊？我要怎么才能保护他们俩之间的爱情啊？爱情这种东西吧，得到了就挥霍，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对了，老陈，我想到一个点子了，我得找一个美女给他做女朋友，然后他的女朋友一吃醋一激动，就立马回到他身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机智如我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对了，找个美女给他做女朋友吧。哎，你少来啊，我还有任务呢。粉红豹，你今天穿的真好看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美啊？粉红豹，粉红豹，是吗？你也真够行的，为了你的任务把你的闺蜜也要搭进去。不行，这不是演戏吗？粉红豹，你看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别浪费了。这个戏我演不了，我还是保护我们家小主去吧。拜拜。老陈，我跟他们都不太熟。是吗？我跟老陈才是好朋友。嗯，要不老陈你帮我。嗯，我去找魔芋吧。同样都是在执行任务，你看看你这环境，闹中取静，低调奢华高大上，哇，我简直没法跟你比。下次方叔再分配任务的时候，你好好化个妆，再买件新衣服，穿条小短裙，肯定也会有机会的。跟你比其他的我倒是有信心，但是比胸比腿长我真的甘拜下风。我这是实力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环境真的挺好的。不许动。乐乐别闹。乐乐，这个姐姐脾气可不好，你要是惹了她，她会对你不客气的。母语，你别败坏我的名声好不好？姐姐可是很温柔的，尤其是对你这种颜值这么高的小鲜肉。过来。哇，美女啊，这么快就路转粉了呀，你这个小花心，一边玩去。哦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这期队里面颜值最高的就是你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个特别美的混血女孩去追求他的话，他女朋友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我可不去，我还有任务呢。阿姨，我不去，求你啊！我不去，我听不见，我听不见。阿姨，我也要去。你看，你们家小主都发话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可别忽悠他。我想被忽悠，我也要去，我也想演戏。乐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全权负责你的安全问题，你只准待在家里，哪里也不许去。姐姐，你带我去吧，咱们不跟他玩了。姐姐给你讲个悄悄话，乐乐，你现在年纪还太小，姐姐不能带你一起去演戏，
这几天你就跟宝宝姐姐在家里好好玩，过两天姐姐亲自来找你玩，好不好？好，乖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请男生出来喝个咖啡，约个会，不行啊？你行了吧？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，不然我走了。别走，我就是我的任务。我的任务是需要找一个女生当委托人的女朋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去演？你别闹了，行吗？委托人是直男。行了行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让流沙当那个女生，你能帮我说一下吗？关小迪呀，关小迪，你没事吧你？让柳沙配合你去演戏，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让门给挤了？这种想法你都敢有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说呢？算了，我就随口一问而已。再说了，柳沙那一副魔鬼教官的样子，一点都不温柔。你说让他演个女朋友，人家肯定也不会相信的。谁说女朋友一定要温柔啊？我觉得野蛮女友也挺不错呀。也就你觉得她不错吧？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。谁信啊？你以为我们都没看到啊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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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加油，加油，男神教官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柳沙不行，找别人吧。坐吧，你们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。喝水。谢谢。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不好意思啊。啊不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这次过来，就是专程跟您道歉的。谭女士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，您为什么要跟您的丈夫离婚呢？性格不合，过不到一块去呗。那他知道离婚之后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不太同意。为什么？谭女士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说，这样我们才能全方位的保护您。张小姐，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问得太清楚了。我只需要你在我离婚的过程中保护我的安全，我就很感谢你了。可是吕先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行啊，还真请保镖了。谭丽，你给我等着，晚上我找你算账。你什么意思？拨打的用户在收。什么情况？敢挂我电话？似乎你不要命了。这是我们家务事儿。你干嘛呢？我正要打人呢。什么情况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好男不跟女斗。唐丽，你给我等着。你丈夫是不是经常打你？所以你找烈火神盾寻求保护，就是因为你丈夫对你实施家暴吧？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刚开始他还是个人模样，可是只要一喝了酒，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又是骂人又是摔东西。我拦他，我不让他摔东西，可是到了后来，只要我多说两句，
他就对我拳打脚踢，家里的东西都被他摔了。他有人格分裂，暴力倾向。谭丽姐，像他这种人渣根本不值得你那么伤心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张燕的员工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找他干什么呀？我是她丈夫。哦，那你怎么证明呢？张燕现在已经不在这干了。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他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不是，他是您员工，您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？好像去一个叫什么烈火神盾。烈火神盾？嗯。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我还真不知道啊。烈火神盾？小蝶，你妈妈长得太漂亮了，越看跟你越像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你看，你怎么不开心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进烈火神盾吗？知道，不负青春呗。算了，以后再告诉你吧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去烈火神盾吗？因为我啊。算了，以后我再告诉你吧。你学我说话干嘛？干嘛呀？我没有，以牙还牙嘛。有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要怎么样对你？我要怎么样对你？你觉得熊阔海他怎么样？不是吧，你对大叔感兴趣啊？你正经点行吗？我是想说，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得过他？我想想啊，十年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他就老了。再见。不，你可以走了。不走。你怎么这么赖皮呢？我不走。来了。你看啊，这局怎么这么难啊？哎，我现在该出什么好啊？对方现在已经有羊刀了，现在过去会被团灭的。不可能，哪有这么快出羊刀的？你不懂别瞎说。说了还不信？我说吧，这回信了吧？雨辰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服长腿姐姐来帮你演女朋友了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情况啊？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小祖宗了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他就死缠烂打的，非要我带着他玩。我不同意呢，他就又哭又闹的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
所以才带他来找他的什么女神姐姐。你怎么这么不乖啊，还又哭又闹的，你还绝食了吗？哦，我那是演戏呢，我才不会做那些事情呢。饭菜那么香，傻子才会绝食呢。好聪明啊。既然你都已经来了，那你是跑不掉了，这个忙你帮定了。今晚的主角马上就要登场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你确定这能让他回到我身边吗？一个人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怎么能去爱别人呢？更何况你今天超帅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今天的男主角啊，长得还不错嘛。小童，怎么样？太美了吧，会不会把他吓跑了？越有竞争力，杀伤力越强，相信我们吧。真的，我们可比你懂女孩子的心思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走吧。小童呢，在你这儿只是个备胎，可是在人家刚才那个美女那儿可是个宝贝呢。不管是谁都不能把小童从我身边抢走。喂，小雅，小童，小童，小雅叫我呢。小童，别回头，不理。小童，你在干嘛呢？哦，
干嘛呀？我都已经看见你了，你旁边那女的是谁？小雅，我不想骗你，其实啊，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在追我。你竟敢脚踏两只船？你不是说我们分手了吗？笨蛋，我那是故意气你的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分手呢？那你不跟我分手了？耶，成功了。什么成功了？没什么。你确定不跟我分手了？我根本就没跟你分手过，我现在要见你，现在。真的？老地方，马上。耶，太好了。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。请成功了，这么虚荣的爱情，守得了一时，守得了一世，什么意思啊？任务成功了，你还不高兴？这个任务让我更加不相信爱情了。哎，每个人的爱情都是不一样的。我就不相信爱情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那梁大威呢？你和他什么情况？我和他没什么情况，就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普通朋友？他可没把你当普通朋友。你看他看你那眼神。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反正我们俩没什么可能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没感觉，不喜欢。好了，你一会儿干什么去？我得去找巨亮。你联系上他了？自从他离开烈火神盾，就一直不接我电话，现在电话已经彻底关机了。这件事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是我哥们儿，所以必须得去劝劝他。先走了。去吧。小迪，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。走，咱们走。小迪，这个地方待着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，我们走。我不能走。我对烈火神盾一点都不感兴趣。那你这样是为了什么？我是因为你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的。我来训练营就是为了找你，我拼命争第一就是为了怕自己配不上你。现在看来，我巨亮就是瞎了眼了，看错了人。我是小迪。巨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我来看你啊。起来。起来，不就是一次挫折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你进不了烈火神盾，那你用实力说话。你告诉熊阔海，他的决定是错的，不就好了吗？我对烈火神盾不感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
起来！你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？你让我关小弟看得起你行吗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你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我做不到。以前我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断地逼着自己努力，让自己不输给任何人。那你就当是为了我重新振作起来不就好了吗？现在还有用吗？不管我再努力，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你除了我还有其他人，还有艾玛，还有兰兰。我没有。你是我生活中的唯一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。小迪，我真的非常喜欢你。你能别这样吗？我们能像以前一样做哥们吗？回到过去不好吗？你这样我真的有点不太习惯。不一样了，回不去了。这有什么回不去的？咱不一直都是哥们吗？有什么不能回去的过去啊？以前我从来没有说过，你也没有机会拒绝我。可现在我说了，你也给了我答案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别说了，你走吧。但是你现在，你真的不用劝我，我一个人可以好好的，真的，相信我。我现在请你离开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少喝点酒，我会再过来看你的。小木，家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没事儿啊。咱妈病了，现在急需要钱，你赶紧回来吧。不会吧？哎呀，我还能拿咱妈病了这事儿开玩笑啊？哎，你快点回来吧。那咱妈生病了，她怎么不自己跟我说？咱妈现在住在镇医院呢，天天念叨你，就希望你回来看妈一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先挂了。小木，我妈生病了，你说不会是假的吧？谁啊？他说是你丈夫。他说什么了吗？就说要找你。
那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呀，你早就不在我这干了。他还问我你去哪儿了，我说你去了一个叫什么烈火神盾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在烈火神盾吗？不，我不在。哎，真言，他真的是你丈夫？我跟他早就离婚了，他是我前夫。哎，多亏我留个心眼，没把你的手机号给他。谢谢啊，老板。我看他找你啊，没安什么好心。你自己啊，可得留神，听见没有？嗯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他要是再问你我去哪儿了，你就说我去外地了。好的。谢谢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吵起来了，他脾气一上来，你就不应该跟他再在一起了。可我怕呀。不行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。他每次打完我，第二天就跟我道歉，又是下跪，又是痛哭流涕，指天发誓，一次一次又一次，我就是狠不下心来。所以你找烈火神盾寻求保护，只是为了让我们保护你，不被你丈夫殴打，是吗？他人在哪儿？吕子涛，吕子涛，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搬出这个家了，以后没有谭丽的允许，不准进入家门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再说一遍，这是什么？我说，以后没有谭丽的允许，不准进入这个家，你没听明白吗？你要搞清楚，啊，这是我家，这是我的家务事儿，你算干嘛吃的你是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谭丽的专职保镖，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我当然有权利保护她。彪，我呸！我你，你滚开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原来你除了打老婆之外，连别的女人也敢打呀？我打怎么了？吕子涛，你疯了吧你？好，这可是你先动手的啊！我们走。我投诉你。不会是假的吧？哪有人拿自己的妈妈开这种玩笑啊？哎，你说不会是把我叫回去再跟我要钱吧？我看你姐跟你姐夫着急成那样，不像是假的。怎么就那么巧？什么时候病不好，偏偏这个时候病，而且还病得那么严重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假如你妈妈她真的生病了，而且病得非常严重，你能不回去看看吗？那我也不能冒这个险。那到时候我手里的钱让这帮穷亲戚给分光了怎么办？钱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？哎，穷怕了，你是不知道过那些穷日子的滋味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的钱没了，跟你妈妈的命没了，哪个你能接受？如果你妈的命真的没了，后悔的一定是你自己。
小哥，你跟我回趟老家吧，你保镖费翻倍，行不？这事儿呢，我做不了主。那谁做得了主啊？烈火神盾。嗯。来，为我们小迪漂亮的完成手边任务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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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姐妹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能通过烈火神盾？给你想清。嗯。等我当烈火神盾头，把整个俱乐部都搬进去，行吗？嗯。来。火狼女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干嘛呀？方哥说了，明天让你陪我去保护张小木回趟家。为什么是我呀？第一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；第二，这个任务有危险，有你在，安全系数比较高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小迪他肯定同意啊。你长得这么帅，我都会同意。啊？我还以为你会拒绝呢。这是公事嘛，我也没得选。